曾留住他，你却不再回来。谁能轻易打破上天的安排？谁愿高爷，不妥吧？那是女眷呢。以后哭得这么伤心有个屁用啊，活着的时候不知道好好孝顺，净做些让他娘丢人的事儿。凤姨娘，丧亲之痛刻骨铭心，你就积点口德吧。我呸、啊、他死了娘，我还死了儿子呢。哎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轮到你在这儿教训我，真以为你是童家女婿了？哦，呵呵，感情好啊，这几个月你是勾搭他了。我说呢，黄平昭这个不称头的软脚虾，合着你们俩联合起来把他踢出了局，要不然他怎么不敢进童家门了？童七，徐凤琴、啊、你这个王八蛋，你竟然敢逼死我娘，逼着我爹写休书，逼我娘自尽，我打死你！凤琴，你敢打我？我打死你！臭丫头，你们别打了，谁敢多事就跟他一起打。丫头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你童姐，别打了，童姐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你走开啊！打死你不要脸的女人！二奶奶，青春，青春，青春，二奶奶，青春，你怎么了？打死你！住手！你们造反啊！快快快！把二奶奶扶到房里去，你走快点，要小心，二奶奶，千万小心啊，千万小心啊，别伤着筋骨。你这个败家女，祸头子，你一回来家里就不太平。我娘死了。你关心你娘？你要关心你娘，就不会离家这么久，置她于不顾。是他，是你，你们合伙害死了我娘，你们这对刽子手。我娘死的冤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活该你的儿子生下来就夭折，活该童家断子绝孙，童家不会有后的。童姐，童家要是断了后，不怪你娘，怪你这张烂嘴。
老爷。同庆。老爷。闪一边去。娘，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你怎么可以舍我而去呢？娘，你不是要等着享我的清福吗？娘，当然，你可知道，你的一个决定，改变了我和小景的命运。如果不是你做主将他娶进佟家，那么今天一切都会不同了。娘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娘，他们欺负你了吗？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呀？娘，娘，娘。同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大娘已经入土为安了。你走开啊！我恨你，我不想见到你，我恨你！你不是不想跟我扯上任何关系吗？你不是一直都想躲着我吗？我恨你！要不是为了追上你，我不会离开童家，我娘也不会冤死。他不会受那么多的委屈。我不会连我娘最后一面也见不到。娘，我恨呐，我恨我自己。你走吧。哭吧，哭出来了心里会舒服点。我娘还有平常在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都走了，你也走吧。我不会在这个时候舍弃你，我要替你把平昭的后事料理好。平昭的骨灰呢？我都收拾好了，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把他送回城去。我不去。你一定要去。我不要。我们一定要面对，叶落归根，人死还乡，你是他的未婚妻，你得引着他的魂魄回家。同庆，他爱你，这也是你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我知道你怕，但我们都要面对，不是吗？你爹他再凶，我相信他应该谅解的吧。好端端的人随你们出去，怎么就死了呢？半路上得了急症。你们出发前我就为你们备了应急的药品随身带着，所谓急症想来也不过就是水土不服周身劳动引起的不适，怎么就能够死了人呢？童老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他。这下可好，要如何向皇家交代呀？我会亲自去解释的。解释个屁，我是那皇家第一个就拿你兴师问罪，娶你不淑，有家不归，现在又搭上个儿子，你真是个灾星祸头子，订了婚你都……我早就说过要跟他分开的，可你就是不听。如果当初像我说的那样跟他早点分开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吗？你还有的说？你居然……童老爷，人都已经死了，再争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你说的轻巧，一句死了就完事了吗？我童山寻在秦河镇可是有头有面的人物，别的不说，行医卖药的大夫，结果自己的女婿却糊涂死去。童山群哪、啊，
山鱼塘啊。百余年来济世救人，活命无数，却救不了自己的女婿，真噎死我呀，丢人丢人呐。童家救不活的又不止他一个人。童庆难道不是吗？童家后院的锦鲤一大一小两个，我娘房里一个，三条人命都是因为童家而死。我没见过爹爹心里有半丝的愧疚，就连如今平昭死了，您心里惦记的也是怎么向皇家去交代，怎么面对他人的说法。滚滚孽女。童庆，童老爷，你也给我滚，你们自己造的孽你们自己去收拾，我永远也不愿意再见到你们，给我滚。为什么一直没有见到小姐？如果二奶奶都回来了，她也应该在这才对啊。她是在躲着我吗？小姐，我回来了，你能感觉到我吗？身子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？本来就没什么，不就是昨天踢了一下吗？不可忽视啊，怀孕初期要特别小心呐。看你昨天那个紧张的样子，你就不怕？你现在也不避人耳目了吗？哦，我一时情急，我一出来见你倒在地上，哎呦我的娘哎，我的儿吧。哎，你现在表现得那么露骨，就不怕徐凤琴看在眼里啊？管他呢，蠢女人，整天只想着跟童庆斗，哪有心思想那么多。童总管呢？啊，在厨房里呢。厨房？童总管什么时候也得下厨房了？回姨娘，童总管在帮二奶奶熬药，昨天二奶奶有些筋骨损伤。你去忙吧。是。还是小心点为好，我让守城给你熬了安胎汤，每天要记着喝啊。你还是怕人家知道，找他来熬。我总不能让铁嫂熬吧？安胎药，还是老爷，进来。二奶奶，快把它喝了，趁热，药性走得快。来，
哼，筋骨受损，分明是安胎的方子。二姨娘，有什么事吗？你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二奶奶从守贞堂回来，这一向都谁在伺候着？啊，她没向宅子里要过人，她说要图个清静。哦，那打扫清洁，衣物清洗啊，她二奶奶说要自己来弄。自己来？是。你们准备瞒多久啊？你说呀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准备瞒多久啊？你胡说些什么？哼，我胡说，没事儿是吧？行。你要干嘛？风琴。既然寡妇怀孕，它不是件事儿，那我就去问问下人喽。哎，风琴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哼，筋骨受损，我呸！你看看，这一味安胎药，我可是足足喝了九个月，闭着眼睛我都能闻得出来。当归、黄芪、人参、红芪，每一味都是给孕妇喝的。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？堂堂一个二奶奶勾搭一个下人，那就是丢童家的脸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他跟童守臣眉来眼去的样肯定不简单。现在好了吧，连孩子都怀上了。哎呀，你别瞎猜。老爷，你就别替他们解围了，他们自己都不要脸了。你看看昨天童守臣那个紧张的样，抱起来就走。哼，我看他对他死去的老婆都没那么在乎。你是病好了，来精神了是不是？整天疑神疑鬼的。我疑神疑鬼？那这个安胎药怎么解释？老爷，他的贴身衣物不让下人打理，他怕别人知道他已经不来月事了。这种事儿也能当着男人说？你就不怕我犯忌讳？这不是安胎药，是安神汤。一个妇道人家，气血不调，夜不成寐，传出去不好听，这才请我开了这味方子。什么衣服洗不洗的，那是体恤下人少了，不都被你赶跑了吗？我才不信呢，他有那么体贴？懒得跟你啰嗦，无知愚昧。夜不成寐，气血不调，哼，我让你睡个好觉。这个红花还有那个南北杏儿都给我抓一点啊。二姨娘，还是得照着方子抓吧，要不我去请老爷给您开个方子。开什么方子？不过就是些家常进补的药材，还要麻烦老爷啊。啊，是是是，您稍等啊。二姨娘，怎么能让您亲自下厨房呢？有什么事您就吩咐一声，我来弄。忙你的去吧。哎，都说没你的事了，赶紧走。哎，哎，童总管，你等一下。啊，有事啊？是啊。二姨娘刚刚来铺子里抓过药。大概啊是走得太匆忙了，漏了这一包，劳驾您顺路给他带回去。什么东西？南北杏儿。南北杏儿？是啊。这厨房里可多了，还跑这儿来呢？哼，真是啊。还有其他的一些药，这包是忘了的。哦啊，好好，再见。哎啊，你说二姨娘还抓了别的药？
是啊。都拿了些什么？红花，当归，还有。弟妹，奇珍弟妹，开门呐！哎，快快快！哎呦，哟，这小衣服小鞋儿的，弟妹啊，你要是做了母亲啊，不定多能打扮孩子呢。这些都是上回替童祥准备的。童祥？哦，守城的儿子，他没有福气。不过这些东西嘛，哪天也能用得着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你先坐下。我啊，给你熬了一碗汤。你趁热喝了。我听老爷说，你最近气血不畅，夜不成寐。我们女人呐，血路不畅，为的是哪一桩？他们男人不懂，只有我们女人自己最懂。多谢姨娘欢心，我倒也没那么严重。哎呀，哟，你可别小看这个病啊！什么叫抑郁成疾呀？老是这么闷下去，以后要治可就难了。童家他们兄弟两房，可就剩下我们两个女人了。以前呢，是我不对，老和你作对。哎，我笨呐，分不清敌我。直到上回，你跟我一起反对老爷再娶，我才知道弟妹你才是真正的自己人。哎，来，趁热喝了它，药性走得快，凉了就没效了。来，喝。快喝，喝了它。娘，快喝！哎呦，娘，是着火了还是咽大水了？这么没有眼神！对不住姨娘，我毛手毛脚的，撒了些什么东西啊？寡妇的闺房，你也可以稀里糊涂乱闯？是是是，姨娘，我错了，我没规矩，我迂规。给你三分颜色，你就开启染房了你？你真以为你们俩关系不同了？真以为你们有了儿子了？哼！真是的，他端来的汤你也能喝？你还不走？来了。也不避讳着点，不知羞耻。许风琴，你在搞什么鬼？哈，我可是行得正坐得稳，你生什么气啊？我倒要看看这次你以什么名目来骂我。你居心叵测，没安好心。我怎么了？我你去铺子里抓了什么药回来？我说老爷子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不好长自己的嘴，我替你把这嘴长了吧。你这不是自己长自己嘴巴吗？是你跟我说要善待何其珍，要像个大嫂的样子，要家和万事兴，那我就替他煎药进补，我怎么错了？你还狡辩，你配的是桃红四物汤。哈哈，桃红四物汤怎么了？桃仁、红花通经补气，样样都是适合妇人喝的汤。哼，哪位做姑娘家的没有喝过这味汤啊？哦，对了，孕妇是不能喝的。可是老爷子，你跟我说过她没有怀孕啊。许风琴，你很清楚你在想什么，你在做什么。哼，我也很清楚你们在想什么做什么。哎呀，老爷子啊，你受委屈了，我知道你心里也不是这么想的，家丑不可外扬嘛。在这么大的家里面，也就我徐凤琴跟老爷您是最亲的了。就算我现在不跟您并肩挨头的睡在一起，可是我这颗心呢，
永远是向着老爷您的，我可不允许他跟外头人联合起来欺负你。老爷，进来。哎。老爷，您找我。这孩子是你的。哎呀，你就认了吧。老爷，我……哎呀，你怎么也得替我挡挡凤琴这道关吧？他认定那齐真怀的孩子是你的。这么说，二姨娘看出来了。哎呀，他，我当初怎么会娶这么个货色进门呢？别的本事没有，兴风作浪，旁门左道，他可是耳聪目明了。你不先乱，他做得了官。守城，老爷，有事您吩咐。他现在认准了你俩私通，怀了孕。老爷。荒唐啊，老爷！万幸他也只想到这一层，他认定你俩看准了我为了家欲不敢声张，便以此要挟我，想谋夺通家的财产。这二姨娘想的也太多了。他的个性，那张嘴，若让他知道齐真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，那怎么得了？整个童家都会被他掀开来弄垮弄臭的。老爷，最关键的是二姨娘怀不上了呀，所以这是童家唯一的血脉。守城啊，这件事无论如何你要替我扛下来，任凭凤清他怎么嘲讽你羞辱你，你也得忍。老爷，这气我可以忍，戏我也可以演，问题是忍了演了，孩子能保住吗？你也知道二奶奶差点把那碗汤喝下去，红花可是打胎的呀，我就这么想想都替您捏把汗呢。你放心，接下来我自有安排，反正你先替我扛着就对了。是老爷。素荣姐，这会儿跪在您墓前的是童家两个妯娌，有事儿要向您禀报。其实跪着的是三个，齐真肚子里已经怀上了。来，齐真，守城，来拉拉你的女人呢。二奶奶，都这么亲了，你还避讳什么呀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大老远的把我弄到墓地来，就是为了羞辱我？哎呦，这回你可真是错怪我了。一来呢，大奶奶生前体恤你们俩，出了这种事情你们也该跟她有个交代啊。二来这儿人又少，说话也方便，当着大奶奶的坟前总得给我一句话吧。你是不是怀孕了？不说话那就是喽。是他的吧？就说是涂善群的，我吓死你也气死你、到底是不是啊？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凤姨娘，你就别再难为二奶奶了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肯认就好。回去了。你让他唱独角戏好了，干嘛跟着跳？姑奶奶，你就为大局想想吧。要是不认，他每天闹个没完没了，改天再给你下点药，把你毒死了。你以为认了他就会罢休吗？我看你还能在这家里待多久，想跟我争女主人的位置，哼，怪你自己守不住。
奶奶，这边。又有什么事啊？啊，奇珍弟妹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先来坐下，先来坐下。奇珍弟妹，坐下，别累着身子了。什么事这么急啊？还差人把我从铺子里叫来。哎呀，老爷，不急不急，来，您先坐下，来呀。坐。我说老爷啊，一个呢是自家妹妹，另外一个你也说过守城是自己人，你看他们俩现在连孩子都怀上了，不如就让他们正式成亲吧。你说什么？不然要传出去怎么办呢？你只管闭上你的嘴，剩下的事我会处理。你会处理？就算我吃了哑巴药，哎，这肚子里的孩子瞒不住啊，还有这一大家子的人难道看不见呢？生孩子的时候要请产婆，生下来以后他不会生在这儿。这件事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不劳你费心了。你替他安排好了，你有没有替奇珍想想？人家拼了命的把孩子怀上了，难道不想双宿双飞？难道不想名正言顺的在一起？奇珍啊，是不是你亲口跟老爷说？哎呀，不怕的，你说出来，你是不是想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啊？任凭大哥做主。你不好意思说，那守城，你说你是不是想把他带走啊？二姨娘，带不走的，他是一个守节的寡妇。你这个窝囊废，人你都敢要了，让你娶回家你就没胆了？童家的寡妇跟个管家成亲，这要传出去我的脸面忘点哥啊。哎呀老爷，我不是在为他们争取幸福吗？这将来孩子要是生下来了能够怎么办？养在童家呀？就养在童家，到外面去生，生完了人回来，接着再把孩子抱回来。抱回来干嘛？以前不也曾经要奇珍领养孩子吗？这下好了，领回他自己生的孩子来养，童家也后继有人了。多谢老爷。这就是我的安排，任凭大哥做主。那我先回房了。老爷，我也先告退。你是疯了？你哪根筋不对劲了？要弄个下三滥的野种回来？你再说一句试试。就是下三滥野种。你要为这事儿打我，我死也不服。明天我就让全镇的人知道我们家的寡妇偷人了。太好了。哎呀，在外面生完了然后抱回来养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养大成人。人前人后使唤你，开口闭口声声叫着你同管家。那我就一辈子伺候他。天生一个奴才命。儿子出息了，我这个当老子的伺候他那也心甘情愿呐。你别太得意忘形了，左一声儿子右一声儿子的，你就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你还真当真了？我说你怎么翻脸就不认人呢？认你？你利用我。不然怎么？你以为我会爱上你？好歹咱们之间没有什么好歹，自从你趁人之危欺负我。所以你恨我？恨你？哼，你也配我恨？别自抬身价了。童善群我恨，徐凤琴我讨厌，你路上的一堆屎
还不掩着鼻子绕开了？就算我是一堆屎，你也踩上了。你现在也绕不开，干净不了了。他童善群要是个汉子，要是对你有点真心，他也不会像个缩头乌龟似的，什么事都让我扛。你还看不起我？你以为人家看得上你吗？人家看得上的是你肚子里的孩子。这孩子还是我守城的种。不要脸！要脸？哼，要什么脸？我要的是他童家的产业。你出去！何其珍，你还真别把自己当成是贞洁烈女。我告诉你，你也是童家的产业，总有一天我会连你一块收拾掉。童家的这点事情可都在我手上，你若把我惹毛了，大家可都没好日子过。小喜呀、啊，你福宝走得早，偌大的童家一份产业就要落到那个野种手里了，娘替你喊冤呢。明天我就去祠堂让长辈们开堂议事，娘给你讨回一个公道来。凤琴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怎么了？我就替我儿子不值，我就要撞那野种留不住，生下来也落地就死。许凤琴，怎么了？他又不是你的儿子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哎，你说你身子也坏了，生也不能生了，真让我童家绝了后不成？我要不我再讨个能生的回来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我的身子还不都是为了童家才坏的？他何其珍好事全让他给占了，人也偷了，乐也享了，还敢做娘？到时候他再偷天换日得了我儿子的财产，好事全让他给占尽了，我就是不愿意。说来说去，你是舍不得那份产业。那本来就是该属于我这房的，他是个寡妇，能有什么念想啊？他在童家的地位就不应该高过我。那么若是……没什么可说的。孩子若是过到你的名下呢？哼，我替他养孩子。嗨，那多亏呀、啊！孩子过到咱们的媳妇小锦的名下，小锦是寡妇，不能生养。若是把齐真的孩子过过来，他岂不也有指望了？哎，和齐真的孩子，得叫我一声奶奶。哎，对呀。那他和齐真，不就变成挨我一劫？哼，我看你还敢跟我得意。孩子在我手上，我的孙子，我的儿媳妇儿，我的产业，我这房开枝散叶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会儿能睡着觉了吧？哼，我叫你得意，生了孩子你也见不了光，想做娘，美的你。哎，我可告诉你，这事儿千万不能提前说出去。让齐真平平安安把孩子生下来再说。嗯。齐真，齐真，你呀、啊。你要好好的，
我不在你身边，我呢，我让守城把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你别怕，他是自己人。是啊，我知道，他是这孩子的爹吗？齐真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你放心，这毕竟是我的骨肉，我无论如何都会让他回到童家，我不会让他流落在外面的。为什么你就不能勇敢一次？如果你爱我，你爱孩子，你豁出去。齐真，不行啊。齐真，我知道，说到底你最爱的还是你自己。那么好啊，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。老爷，不能再晚了，大家都起床了。对对，走吧走吧，啊，快上路吧。二奶奶，您请。哟，要走啦？你来干什么嘛？我来送送嘛，毕竟他也是我们童家的。快走快走吧。哟，老爷，外面风大，小心着凉了。齐真，齐真，大哥。有大哥在，不怕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，心才会觉得痛啊？本来有的。后来闹多了，就不痛不痒了。不要带走，这个孩子是童家唯一的希望。谁呀？小婶婶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快进来。小婶婶，你怎么了？小婶婶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无论如何，在我走之前，一定要见你一面。走？你要去哪里啊？我不能大着肚子留在童家，所以我要搬走了。可是我娘说，女人生孩子，一只脚是踏在棺材里的。就算现在两只脚都踏在棺材里，我都不怕。小婶婶，这真的是你要的吗？可以有孩子，能留在他身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除了名分，我什么都有了。哦，小锦，你知不知道高丽天回来了？不要再跟我提高丽天的事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他回来过，但接着又跟着童庆走了。啊？难上加难。
终生好事难上加难，要离